大逃亡，想回家就要选择出安全牢房，去二楼，去六楼，去一百楼。我不敢，我就要去二楼。选择成功。请白雪坐上电梯。来了。滴滴，电梯已到达二楼。二楼黑的什么呢？啊，妈，我不敢下去。上课，上课，上课。是道理老师吗？太可怕了，我要回去。今天我要回到一楼。收到。电梯已到达一楼。白雪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样，二楼是安全出口吗？可别说了，二楼是一群倒立老师，大家可千万别去二楼啊。我就说嘛，不应该去二楼，应该去六楼。这一次我要去六楼。好，那贝尔你坐上电梯吧。嘿嘿，电梯带我去六楼吧。六楼已到达，请下电梯。啊，看来这里还挺安全的吧。啊，这是僵尸，我要离开这里。电梯，电梯，快带我回一楼啊。我终于回来了。白雪姐怎么样，六楼咋了？太可怕了，我差一点都回不来了。有一大群僵尸。什么？太可怕了，我可不去。哈哈，想回家可没那么容易，接下来你们还要去七楼。去去。你们选好了没有？磨磨蹭蹭的，我先走了。看来我们回不了家了。我们去一百楼，这个电梯最高可以到达一百楼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。不行，不能去一百楼，我们要去99楼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我收到了一封神秘来信，信上说千万不要去一百楼，还说建议我们去99楼。99楼有可以帮助我们逃亡的法器。真的吗？让我们快去99楼吧。不行，万一信上说的是假的怎么办？万一是那个人骗我们的？说的有道理。到底哪楼才有安全出口啊？要是那个人是真的想帮我们呢？不然我们还是去99楼看看吧。我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既然你们都不去，那我一个人去了。电梯带我上99楼。滴滴已到达99楼。看来人无恙啊，没有道理老师，也没有僵尸。看，这里有安全出口。看来那个神秘人没有骗我，我要去叫上贝尔大宝。贝尔姐姐，大宝弟弟，99楼真的有安全出口，你们快跟我上来吧！真的，我们能回家了！耶！你们看，神秘人没有骗我们吧？快，我们快去安全出口！哈哈，你们还是来了！电魔王，这里不是安全出口吗？怎么我们还没出去？是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这群小孩，我随便写封信，你们还真信了？那是我写着玩的。这个安全出口是假的。什么？你太可恶了，你快放我们出去。想出去只能靠你们自己，安全出口是真的有，但如果你们一直找不到安全出口在几楼，你们就一直待在这里吧。我是不会告诉你们在一百楼的。可恶，我们要回家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帮我们猜一猜，一到一百楼哪楼才有安全出口吧，快发送到评论区告诉我们。